是讲，伊若寒天吼，因为迄边寒天啊，就飞来台湾来遮讨食。哦，因为迄边寒啊，所以伊占袂了，所以伊就来走来遮。敢若像迄个呐，迄个黑面琵鹭吼，嘛同款即个意思，毋是永远拢待命，啊时间到就都飞走。人生就是千千种安尼，所以咧，伊讲一贯如梭不羁，迄个梭。那个手就是绳子，咱打过去咧打条车有无吼？迄、那个下底面是一条绳啊，啊，咱来打的时阵吼，打的吼，迄、那个绳子是安怎？就是一拍一拍一拍，迄叫做梭啦吼，绳子。迄、那个梭不是太空梭的梭啦，不是咧讲太空梭啦，是咧讲尽管那个时间咧过，就是用迄绳子。你记得我那个20年前啦吼，到了民国91年啦吼，91年吼，到咱那个石门山李和秀的老师，对啦，咱福建的这边呢只是我过那个泰国，你怎过？他都几岁？你怎样子？你有好没？无通。40岁。啊，迄阵都过时啦。乌头毛啦。啊，即摆吼，20冬后，咱即摆诶，油性能够落成个十多年吼。大概拢变了。安尼有去无？无去。你情况过三冬，啊三冬过啦。过一世人。表示讲时间咧有足紧，啊嘛时间足无情，啊伊嘛未使时间未使无情咧，所以咱迄个亲像应着甲咱讲，大刀无情，运行一寡，对，啊因为若无甲你运行吼，啊你永远拢十八岁啊，你对不对？吼，啊永远你嘛未敢未去竞争咧，未竞争讲时间咧过吼，会老咧咧，所以咧时间咧无情。做无钱对啦吼，就像迄个流水，迄个贵，安尼。所以今年民国几年？一百十二吼。下按明年183年，就从王从边间？从边间？二十一咯。从那个高三位，吼。一六年啊吼，一六年从那高三位。